话到 ，check it out。喂，亲爱的，你下午我们八点在乌节路见哦，拜拜。啊，你不小心抠到我的指甲，好丑哎！等一下要出去，啊，再找一间店看有没有可以做指甲的地方。哎，有没有可以做指甲的地？诶 ，Mani Pedicure。刚刚好，可以做我的指甲。Hello， 那你要做什么？我想要做一下指甲，但是我没有预约，今天可以做吗？我看一下哦。OK， 刚刚好有一个时间可以，可以。好，这里面谢。对，你有什么要做的款式吗？我平时喜欢浅色系列的啊，比较自然大方一点的，可以啊，推荐你几个颜色来看一下。好啊，比较自然一点的颜色，这样这个或者是这种，这款现在是比较蛮美的，很多顾客都很喜爱它。咦，我觉得蛮漂亮的耶，我就选这个黄色的吧。做出来会有一种好像水蜜桃的感觉，很白很嫩的，听起来很好。OK， 可、okay, 以，好，我们决定这个颜色哈。现在我要帮你卸掉先哈。好，啊，我们卸掉了，这边会多收一个10块钱的费用啊，一个卸掉的钱。那我总共这样做了多少钱？啊，总共的话，因为你要不剪皮的话，是做 express 是25。25加卸掉的10块是35 ，express 就35块啊。对，如果你有胶的颜色在的话，是这样。但是你如果是在我们这边做回来卸掉，就是免费的啊。啊，因为如果我要就是做那些去死皮啊那些全部呢？如果你要剪那个死皮哦，就是45块。45块，我觉得还是蛮优惠的。嗯，还好，因为你这次你多花10块，是因为你在外边做的颜色回来卸掉会多收一个10块。那你觉得做得好啊，下次你再回来我们就免费给你卸掉了。好，嗯，好。指甲的形状要剪吗？这个长度要剪吗？现在还是你这样修短一下下吧，修短就好哈。嗯，然后指甲形状你要方的还是圆的？方的方形。好，我刚才进来的时候你们好像也有做头发。对呀，我们这边是指甲和头发都有做的，让顾客做到来比较省时间，因为你边做头发哦，这边就可以做手或者是做脚，可以一起动啊，同时进行哦。因为在邻里的地区我很少看到有美发跟美甲都可以一起做的店。对，因为一般都是单独美发啊，或者是单独美甲的。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店也算比较有特色了，因为很多顾客都讲在我们这边比较方便，花一样的时间哦，可以做两样东西。好，我现在帮你试一下颜色先。好。你们在301这边多久了？我们在这边有5年了。嗯，蛮久了。对啊，你看一下颜色可以吗？可以，我很喜欢。好，我们这边开了很久了，有顾客哦，也是都是附近居住的，很多了，这应该蛮多常客的吧，因为很方便。对了，很方便，下楼就可以做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。就是涂什么？这个是防翘剂，它是防止哦我们指甲有很多长，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上面就翘边嘛。哦，除了这个它不会翘，然后它会把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那些灰尘啊清理干净，可以让指甲在指甲上哦再更耐的久一点。因为我这个颜色边边都没有涂这个。嗯，对，一般店里面都没有的，这个是我们老板特地拿过来的。谢谢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我带朋友来，他们想这种 bling bling 的，哦，是那种 diamond 啊？啊，对，可能会10块钱到50不等喽，看要做什么样子的，做什么款式。哦，那如果带他们来的话，会有折扣吗？啊，当然会啦。你今天满意吗？做到？很喜欢的，很喜欢。你下次和你朋友，不论谁过来的话，我们会有一个28%的折扣，要说出我们的店名。
叫你们的店名叫什么？啊 ，AB Hairdressing 哦 ，AB Hairdressing， 哎 ，AB Hairdressing。你以为完了吗？还没有。如果你也有好料想让我介绍，请联系我们。新花道 ，check it out。